终于到这个楼底下了，不热了吧？现在气温刚刚好。嗯。哎呀，这也是大相机啊！看看这特写一个这个佳能。这楼是干什么来的？这楼？不知道，就这个。这楼是什么什么文化？科学宫是吧？这楼盖的很有特点，跟谁都不一样。